着去夜市逛逛吃美食哦。节目很棒的地方就是可以真正的介绍上班族，介绍很多市井小民啊，哪边吃的好，吃的香又吃的便宜，真正庶民文化。对，有些我真的是不了解，我是因为节目之后我才知道我要吃什么。听说我们上次公站介绍的夜市现在都人满为患，叠罗汉在那边吃了，真的，尤其是我吃过的不得了。哎，我要老师。徐威老师不讲假话哦，对，他教学风格大家都知道，大家都知道他是很真实的，不好吃他直接挡不住，那个表情是他就是会邪恶，他觉得难吃的时候，我只是不说好吃而已，他狗嘴吐不出。不，你这蛮准。对呀，因为上次我吃啊，后来我妈打电话给我说，这么难看。意思意思吃一点就好，你吃的满嘴都是这样。啊，不会吃哦。对啊，被我妈骂。可是我好多朋友都跟我说，哎，你看起来吃东西好像真的很好吃。真的很好吃。就他们真的就跑去买那个空大王的卤肉饭，有没有？对，猪脚。空大王那个好吃。好吃啊！哎，你吃东西真的是感觉就像贪吃鬼上身。贪吃鬼上身。贪吃鬼，对啊，看了才知道，真的是爱吃的人就是这样子。我今天又是往夜市走，今天又来了，太棒了！刚刚录影前我都没吃便当，他 hold 住哦，因为我们录影是一次这样录，中午放饭那个时候便当我们叫了。哎，泸州那家你放弃，我就觉得忍住，我很压抑。对你有吃，你还是有吃便当。我看他放弃以后，我把你那份也吃了。辣肠，辣肠那个还要 OK 的，不吃饭。不过我觉得黑人的量没问题，待会你可以照吃。不，我今天也是要 hold， 就是要 hold 这一集。也是哈。对，因为上次我们，你记不记得我们介那饮料介绍饮料的？那收视飙高，可怕，飙高到总经理下来都致意，可惜我们那天不在了。所以今天我们来讲，但是我们已经攻占过的夜市，我们饶了他们吧，化掉。哎，他已经都来不及攻火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还有其他北中南东，我觉得这样分很好，北中南东，大家去就是蛮精准的。对对对，而且我们全台湾都受欢迎的，我们不能独后北部，所以我们今天全部都有。不，我们今天的来宾都有带吃的，对不对？而且是女孩哦，对女孩子，你看她的身材还是这么苗条，真的。重点就是你吃再多都会跟她们一样瘦，对，真的。你要挂保证，我跟你讲。那个旁边打说这句话参考用。抵挡不了美食诱惑的辣妹王思佳。夜市就是要从头吃到尾，要用一条龙的精神去吃夜市，真的。从第一摊吃到最后一摊，真的这样哎，对，很好。第二位呢也是美女，听说住在南台湾，但是热气浇不熄，她吃美食，张嘉萱。Hello， 而且要拿出全部的战斗力。哇，对啊，你进夜市就是要从头拼到尾。你所以你是南部的代表，今天我是曾经在南部住过，所以我其实南部夜市都算是还蛮熟。所以你来介绍，对不对？对，哦，好，下一位对美食很有一套见解的艺人王子若。我最爱吃了。如果要减肥的话，我真的是会就是宁愿去死，我也不要就是忌口。王子若应该是中部的代表。是从小是土生土长的台中人，所以呢，台中的小吃跟美食问我这是最厉害。哦，北中南有聚集喽。对，接下来这个是要综合所有网友的意见。而且我觉得每一次他来啊，收视都很好。到底是因为他美女，还是因为他介绍美食？他本身他那个榜也是蛮有公信力。对，我欢迎最美丽的美食网站副市长 Erica。网友就是集结去夜市里面一定要吃到的东西来这里跟大家分享了。对，欢迎欢迎。不过今天我们先来大家推荐一下你们最喜欢去的夜市。是我吧。
非常喜欢是高雄的六合夜市，它是一个对，已经是很历史悠久的传统夜市。可是观光客现在都是一定要去，算是观光的景点，就跟台北对，跟台北的士林其实差不多。可是那个真的很好玩，因为它除了吃喝，它里面卖衣服、卖包包，然后小朋友要去玩那些打弹珠啦、捞金鱼啊，然后一些大人喜欢玩什么，它有点像把游乐场，对，都有，对，而且它规划的就很好嘛，就一条进去一条出来这样。对啊，就是我觉得那个地方是对我来讲回忆会比较多。对，高雄去高雄我一定去六合夜市，六合夜市那个乌鱼子就等于什么都可以买得到。那你喜欢吃什么？六合夜市那边有那个螃蟹的东西，那个路口就有一家很有名的乌鱼子，乌鱼子对乌鱼子对，那家很乌鱼子在夜市吃哦，对啊对啊，那家已经几十年了，因为我从小不了解，是我妈妈很爱吃，我们以前小时候住高雄，然后我妈妈爱吃那个，她都叫我去买，然后小时候就觉得这个有什么好吃，现在长大之后才知道那个是美味，就是哇塞那个超赞的烤的，你在流口水，不记得流口水。喜欢什么夜市？其实我觉得这现在这个时候刚好是暑假，大家可能不要忘记垦丁大街的夜市。哎呦，大街的切入重点，你才能穿得更少。这个时候，对，刚好暑假可以去哦。对，因为其实那个地方其实季节性很明显。它只有在暑假，尤其是在大热天的时候，那地方的南洋风情非常的盛行，不管去那边吃小吃还是吃到店面里面的大餐都非常的精彩，所以暑假真的要把握夏天阳光最热的时候去那边好好的解脱一下。垦丁大街真的怎么样，就是很让人放松的一个地方。对，会吗？我去那边，你在那边你不一样，你那么红，没有没有垦丁的海边，你玩一玩，你不像我们可以享受当路人的那个悠闲。我去，我会怕，你知道吗？我会怕一群，因为那种毕业旅行都会去垦丁，我在看到那浏览车下车之后，躲。我看到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拔腿就跑，因为你们超围了。那一般一般来，那挡不住。因为每一个都要拍照。就不怕不好意思啊，而且其实你那么高大，你躲不了，一眼就看到你啦，闪不掉，闪不掉，跑的跑外伤会发亮啊，哎，有时候跑啊跟着一起跑，跟 Rocky 一样，跟那个速跑大赛。好，看讲了那么多夜市，每个人喜欢都不一样，对不对？所以今天我们北中南东还是用抽签决定，好，一一介绍。哪一个夜市我们都不能得罪嘛，对不对？上次我又是我的你啦，上次都是我抽的。你比较有公信力，真的。上次你抽了，对，我抽的话我哪根抽啊？老师抽就是老师抽出来。你一线呢？拜托。一线 A 趴主持人。你跟孔子是画上等号。老老老老老啊，好啦。至圣先师啊。今天要介绍是哪一个夜市？上次我们介绍宁夏夜市，对，我们要介绍的是哦，南机场，这个就是去过这个地方吗？没有，多好，在哪里？南机场夜市在哪？那个在青年公园旁边，对对，在那个在万华区，比较少去。但是因为这个夜市中华路东西很好吃，只是大家因为现在其他的夜市好像比较兴盛的关系，大家会忘记它，那你绕不过去。就是对，可是其实这个夜市里面卧虎藏龙。那今天就是要直接介绍南机场的北部夜市的，现在就要吃吗？对对对，哇，起上菜。夜市卖的吗？先介绍，先介绍是什么？凉的，好，凉好像不一样，凉的是新鲜现打的果汁，果汁吗？这是果汁啊。学老师常拿的应该是芭乐芭乐柠檬汁，然后今天常拿的应该是洛梨牛奶。哇，洛梨牛奶，要奶味，当然的，老师喜欢喝奶味，老师喜欢洛梨，对，洛梨热奶，给老师热奶，其实好啊。可是这什么？这是什么？芭乐柠檬啊。清爽不要，不要吗？不要啊！这个好啦，你选，你选，你大牌，你来，你来，我喝你剩下，我喝你剩下的，我不要，你喂我，分两个一起喝，我不要，我两个怎么喝啊？我的名声已经被你沈玉琳跟黑人搞坏了，沈玉琳，好啦，你来，我先。牛奶，其实洛梨这个我自己都会打哦，它好喝吗？你骗人，你会做家事？我用嘴巴这样打，老师这样打，是洛梨跟牛奶。这家店很特别，因为它是新鲜现打的果汁，然后每一次你去，其实它很好认，因为它就在
那南甲燕子的中间，然后它一定会大排长龙。然后第一个，因为它每一个果子都新鲜现打，所以它一定是做完一杯之后再做下一杯。对，好，来，我来了哈。我们一起喝好了。好恶心哦！靠近我！怎么不可以靠近你？我这样子站在旁边喝我自己的。好喝吗，老师？哇塞，这个很大口，我老师第一次吧，老师是好喝的，绝对好喝，好喝的，老师这么大口，哎呦哎呦，有幻觉，尝一下，哎呦，老师在享受，我跟你讲，移花接木，这是饭店等级，这不是夜市。哦，它的成本非常的高，所以我刚刚讲它之所以慢，不是因为它的动作很慢，是因为它的每一颗的每一杯它都会切非常多的水果跟原汁，就是扎扎实实，这才是它的老师现在很浓啊，哇塞，老师停不了哎，停不了，不能停，你那个看看，这是拔了，对，拔了一口到底，都是比较多，哇，比较比较渴了吧，真没错。没错，对不对？这也是很稠的感觉。对，它是整颗拔了就下去加成。哇塞！喝完这杯胃都开了，真的，很清凉的。因为夏天你知道要清爽一点，这个味道算是老板自己发明的，因为其实我们一般吃芭乐比较多是在美日本，但它是用柠檬去提它的味道，让它不会太浓。我们交换喝看看要不要？不要那个，你这样啊？可是这样不行啊，我这个很浓稠的啊，非常。还有别的吸管吗？怕什么？打爹啊！爹爹，我叫打你啊！打爹！那个一颗抢。没有，我们交换喝那种情主持这样情感都 OK 的。我不要嘞！哦，先颠倒，你这样味道会混在一起啦。不然我颠倒喝了。我来试试看，我来试试看。倒过来。一定要。家水果摊的老板很特别哦，因为他都会浓妆艳抹。因为这种口味不是我喜欢的。怎么样？哇，真的是饭店等级的。对呀，我说移花接木啊。一百有找。有一定有找，但是我要说的事情是，因为一般的洛梨奶，它大概牛奶的成分会加的比较多，对，加很多，然后会加冰，或者为什么要讲价钱？这我们喝应该是200块，价位绝对高，200块是可以，多了，扎实。饭店一杯要250啊，现拿果汁。那胃已经开了，老师胃开了吗？开了，我全开了。好。这个炸鸡，他就在这一家现打水果的斜对面。其实每次我们都是先去排买炸鸡，之后再去排买水果现打水果汁。先让你挑部位，先个翅膀先。我不要，我要吃这什么？我吃鸡腿好了。隔壁，那你呢？当然是鸡腿。鸡肉，这鸡腿比一般大很多。具有攻击性的食物，连黑人都挡不住。我只能说这一盘饭确实香哦，我听到那个咔吱咔吱脆脆，震耳欲聋，嗯，好吃，好脆脆，什么啊？大口吃肉，而且它看起来不油，嗯，好吃。因为他们家的鸡肉最大的特色是，他们其实那样子一份啊，其实也差不多是100块左右，有鸡块，这一份。3块，这样子一包，所以我就说南极产业是我虎长龙，因为它是讲求平，真的是很庶民美食，平民美食。3块100而已，100多块，真的好 OK 的，非常便宜。所以我们去那种素食店，可能这样子都要200左右。素食店的话，很贵，2块炸鸡加要，所以2块就破100。哎，你知道我们洋将啊，只要找直棒的。或者说我们 SBO 洋酱，他们吃来吃去一定要吃 fried chicken。对，你告诉我这家在哪里？我们家预算可以省很多，省100块。没有，我们斤斤计较，球队经营呢。你们都会叫饮料吗？在这边，对，他们家还有很多很好吃的东西。老外很喜欢吃这种黑人的，还有炸那种甘薯梅粉的那一种，就是他们的那个。这是台式的炸。梅粉，梅薯条那种，就是他们的那个甘薯都是。那今天有薯条来吗？手还要大。可能现场可能昨天买的时候应该是买没了，因为他们真的现场卖得很好。对，永远在排队。不错，老师也是在排队。五点排到打，老师还在排。老师他炸的他也是喜欢的，很好吃。他的口味就跟一般时下青少年是一样的。是什么样的？就是不管的。我不管啊，我年纪这么大，其实应该忌口。老师，你那杯可是我照吃。对啊，老师要喝完嘞。而且他无意间用到我的食
放心，我有饭。OK。哎，这个真的好。接下来有北部夜市的小夫。南机场夜市就是你一进去，它有一个三内鸡肉饭，他们鸡肉饭超有名。然后他，我昨天去，大概三个小时之内，他就全部都卖完了。他们那种是他们肉菜那，然后他们还有卖笋汤，还有其他的东西。但是他们鸡肉饭很有名，它鸡肉超嫩，而且它上面的酱汁就很特别，可以吃看看。这个一盘多少钱？60而已。哇，便宜耶！老师喜欢这种搭配吗？这60哦。对啊，60。60好便宜。这么便宜。Erica，这个是有名的吗？非常有名啊，在网络上面也是人气非常的好，至少在评网里面应该有几十篇的评论，而且星星数应该至少40颗半以上。可是光靠卖相的话，可能不会太吸引了。60块可以吃到这么多，有主菜，有配菜，还有蛋哎。对，重点是60。对啊，鸡肉超嫩，重点是60，而且还有一个蛋哎。对。因为它的酱料是有点辣椒的。酱料看起来是比较非常下饭，很下饭，非常下饭，超好吃。所以要一点点白饭，要不要加一点？哇塞！哇，它的酱很下饭，嗯，很辣。Made in Taiwan。酱油味，台湾的酱油味，这种就是 MIT 的味道。对，那一定赞呢。很赞。哇塞，有一种刻苦的感觉。刻苦。对啊，那种 MIT 就是有一种那种。哎，我觉得它的酱料就是酱油跟辣椒，哎，还有那个大蒜，还有它加些醋。哇，最下饭。对，它加醋，他们饭超好吃。哇，蛋你也不放过了，你看看。老师开胃了。对啊，有的是只切一半。那卤蛋是整颗喝的。有2/3颗的吗？没有，有的只有一半啊，有的只有一半，很少一半哎。嗯，这个好吃。真的，它这个酱料，光酱料就可以很下饭。对，我觉得强是强在它的酱，而且它的肉真的很嫩。然后它要买，如果要吃的话，要就是早点去排队，因为老板卖完就不卖了。嗯，他卖完就不卖了。对，而且它可以把整个盘客掉啊。有点吓到我嘞。真的，它很古早味，很因为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夜市的东西便宜，然后是跟狂客比较有点打折扣。可是其实他们太夸张了，太夸张了吧？你刚刚那个是下饭吗？很下饭啊！是因为它那个酱料真的很好吃。对啊，嗯。然后60块而已，我只能说这一盘饭有攻击性。如果你有带着防备心去的话，会抵挡不了，你会被攻破，就像我一样。我的手怎么会这样挡不住啊？而且因为红舞鞋嘛，在那个南机场夜市，他们很多东西，他们的特色它会限时，比如说它还有一摊那个霸丸，它只卖2个小时，2个小时，因为它2个小时内就会被买光，对，2点到4点，下午2点非常有名。哇，老板蛮有个性的，好吃好吃，卖完了，哦不错，哎，北部夜市好吃，有机会要去尝一尝，不错。哎，我们没有什么你知道顺序的哦，就是顺着这样子，顺着好不好？台湾。因为有些人会很 care， 因为他说要看到12点才看得到。动作慢一点，动作慢一点啊！拿上来，你啦，换你啦，你啦，换你啦，好啦，再见啦。小花的心酸你们懂吗？你是小花，你是皇太后，叫我干嘛？你有看过太监抽签的吗？哎，对，这也是一种抽签。中街啊，它旁边有很多店的那个感觉，所以它其实没有那么夜市，就是你等于店面的感觉，当那种百货公司的心情都可以，对对，什么都买得到，它有点像吃美食街的感觉，嗯，在一中街吃。那 Erica， 今天你就率先喽，那直接今天就上菜喽，好不好？上菜。Erica， 这些都是你介绍的。叫网友们票选出来一定要我带来的。你看看，从这件事情就看得出来，对 ，Erica 心机有多重。你要称赞他，因为大家都带单品，他一次带一桌菜。对对对，我要跟你讲，温子若，这些都是台中一中街真的很厉害的。因为其实你要知道，每个夜市里面好吃的东西太多了，你说要只能挑前几名，其实大家都很痛苦，很难，很难割爱。而且今天我们摄影棚哦，有来了一些。
莫名的人士，都是 Erica 带来的。对，老板对不对？你知道吗？他贴心到，他直接在我们刚摄影棚外面现煮现炸。现炸，真的吗？来的。这个啊，白斩鸡腿是现炸的，是现炸的。这个是贴心的。那我塞。对，我介绍一下，因为其实这家店真的很特别，它在一中街开了至少17年，而且17年，所以其实这个我知道，就在百货公司的旁边，然后非常大的一间茶馆。那我也知道四个都，就硬要来吃，对，下次回来，硬要来抢戏，过来了吗？你说17年了，而且夫妻的，北部你会去？回来了，我也台中人。哦，你也是吗？我台中人。你说这是老板美术馆，是夫妻创业，夫妻一起创业，然后其实夫妻对夫妻本身其实是商业设计师，然后因为一些事情，所以他们自己愿意把本来的结婚基金拿来创业，就是不景气嘛，然后就没想到创业之后就遇到9/11。哇，很大的挑战，所以其实夫妻就咬紧牙想说，那我怎么样在9/11中间去创新？所以他们就创新了奶，有他们的鸡排，然后也有奶茶这样。奶茶，可是奶茶跟一般不一样哎。不一样，它叫麻叶奶茶，原因是因为那个麻是芝麻的麻。哦。所以它其实就是在一次创意过程中发现，其实芝麻跟奶茶的味道很搭，很合，很 match。芝麻奶茶就是美食，分量都很大。我吃鸡腿，它的这个鸡腿啊。比我的脸还黑，对，我的脸还鸡腿排，太恐怖了吧！你近一点，要这样。店家很用心哦，你不要黑啊！我以为你要拍，我鸡腿撞鸡腿的，店家非常用心，因为他是每天现一定要用新鲜的温体鸡。刚刚老板，刚刚讲老板在哪里？老板，老板，老板，哇，谢谢你，谢谢，哇。现场哎，我吃了。对啊，很贴心，老师老师，它是新鲜的问题鸡，过瘾极了。诈骗集团太好吃了，诈骗集团。哇，老师两口了啊，两口了，好吃。其实很特别，一般我们吃这种炸鸡腿，它一定会腌制。可是因为老板讲求健康，所以它是完全不用腌制的，它就直接用新鲜的鸡温体鸡，然后裹了炸粉，特调的炸粉就直接炸了。整个就吓了，贴心到这种程度了。乱酱，鸡喷到所有抿嘴的脚哦。乱酱，它的皮好薄哦。对对对，它那个鸡肉呢非常的嫩，然后外面的皮又是脆。我刚刚说，我喜欢吃那种。嫩皮、薄皮的，我不喜欢外面厚的，就不喜欢裹的粉裹太多，所以它这是薄皮的。然后第三口了，你要徐威老师吃两口已经不容易，吃第三口，但是它很薄了。我刚刚喝那个洛梨什么洛梨奶，我就整杯喝完我就完了，可是太好吃了，没办法。可是因为你看台中的配菜啊，他们其实都很丰富，都很用心。我以为你要把这个拔下来给我。太夸张了，刚刚吃完，对不起，真的很好吃，看起来就很好吃，好吃，恶心哦，恶心哦，你们吃的都好恶心，你要知道鸡肉要够嫩才可以这样吃，这么好吃的鸡腿啊，他们大概一天平均最高纪录可以卖到300，不止哎，吃一口皮吗？好干净。吃要配合他们的奶茶，对，真的。我们介绍这个，好泡芙，也是同一家店吗？这是另外，他在那个红楼商场里面。出现第四个出现，你总算来了是不是？你在等这个 Q 我啊？给大家猜这样一个多少钱？打开了，它里面是十五到八十，这个一个15块。只要15块，这老板非常的好耐心。那冰淇淋多少？冰淇淋比较贵一点，冰淇淋是20。那也很便宜啊，有贵一点啦。哎，你知道吗？一球冰淇淋，在台北挖一球70，有些都90。我可以吃。这老板其实做这泡芙啊，当初其实是做给女儿吃的，所以他坚持他的用料都是很天然、很新鲜的东西，像红豆就一定用万丹红豆。做给女儿吃这种，对，这是一种，所以很健康。一个品牌厉害的就是它有故事，它有20块钱、15块钱泡芙。
是对女儿的爱。对，而且你们一定要看一下它原味泡芙，这样子15块，然后你看它内馅都饱到可想，这个时候它会往下掉出来那种。15块，好便宜耶！这样子大杀零哦。它的那个这种 cream 的冰，这种 cream 的泡芙啊，它一定是客人新鲜现点好口味之后，它才挤 cream 进去。这样的话可以让外面的酥还是外面的皮还是酥脆，然后里面的 cream 可以融合在一起。这家在哪里啊？它在台中一中夜市的红楼商圈那边。为15块掌声一下。现在这样的便宜耶！现在这样的薪水条件。老板，老板特地从台中上来，平常都是老板。没找他就泡芙，老实了。我们今天这样播出去哦，他你要自己拿供货来不及，你要找中途生了，真的，要自己两三个人来不及了。对，接下来这个呢？这是什么？比利时松饼。是同一系列的吗？不同家的，另外一家的松饼。比利时其实出三个小东西很有名，巧克力，比利时巧克力，还有比利时冰淇淋，还有一个就是比利时松饼。那比利时松饼跟一般我们吃的美式松饼最大不同是，它是比较酥脆的口感。欧洲文化，你就要让老师来帮你。真的，他才刚从欧洲回来。是啊，老师。对啊。哎，不过这个我跟你说，我在巴黎吃很多松饼哦。我们来看一看跟巴黎的松饼，一定不一样。只有吃过巴黎的松饼的人才能品鉴一下。我觉得它这个色泽看起来就是好吃的。对呀，它其实它老板很坚持，他用的酵母是特别法国的酵母。我不要。没有啊，好，老师你独享，我独享。哎呦，它是比较酥脆的口感，老师，好吃。如果是新鲜现烤出来，它会更酥脆一点，然后里面可以吃到一点所谓的珍珠糖的味道，所以它咔哧咔哧的感觉。对，而且它那酱在里面。对，它这个是焦糖核桃的，然后会挤点 cream 在上面，好吃。对，焦糖核桃。王子若偷东西啊！飞人，要不要？来一点。它还有一个很特别的口味，这是什么口味啊？它里面是包马吉的，黑糖马吉的，所以里面是 Q 的。这个松饼包马吉是 Q 的马吉。黑糖玛吉的口味，那个老师在这里。老板为了研发这个松饼啊，从65公斤胖到85公斤，一直吃的伤害。我觉得姜玛吉很姜玛吉得风哎，里面是 QQ 软软的，其实老板很坚持他的梦想，因为他的松饼其实不太花俏，大家会跟外面那种吃到那种蜜糖吐司那种松饼感觉很差很多。对，你知道松饼提供给大家最原味的比利时松饼，有吗？有奶油那边。哇，好囧啊！有吗？没有。你知道松饼还有故事吗？什么故事？你不知道 Nike 第一双的球鞋的底是松饼机器做出来的？是吗？真的？那个研发出来的。松饼机。松饼那个以前在压那个鸡啊，它鞋底是把它烤出来的。啊，对，知道哎。怎么样？学到东西了吗？国学多闻，问题保证。刚刚有看出，终于对，所以比利时松饼它坚持使用天然的法国的酵母，然后还有坚持使用纽西兰的无糖奶油一起去做，所以它其实是很健康的东西。等一下，我觉得饮料的意思吗？王子若卖的超佳，你很想台中吧？你想念它，想家的味道，就有台中味吗？有没有觉得奶茶也超好喝的？这真的就是我高中的味道，就是。好浓醇的芝麻香跟奶香哦，那一定要喝喝它。它用喜兰红茶的基底去搭配奶，而且它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是我们一般奶茶会加果糖，它特别用红糖，因为红糖会比较健康对身体，所以它就兼顾甜味又兼顾身体健康这样子。对，不错，就是以上是台中的。台中。不过今天这样介绍帮台中加很多。接下来是南部夜市来了，现在到南部了，老师。好，我来吧。南部，我们上次介绍是瑞丰夜市，这个是花园夜市。上菜，这个卤味嘛，
从大盘的开始介绍。这个卤味，只要去这里的人都一定会推荐所有观光客一定要去吃的那个卤味。它就是它强求的是现场新鲜现卤，所以它有两大的锅子就在那边直接卤。然后你点完之后至少等30分钟，对，至少。去逛逛，对，你可以先去逛。茉莉是南部来的吗？对，花园夜市超有名的，这个是很有名的，这一定要吃，一定要排队的。而且南部人的卤味其实口感会比较偏甜一点，对。所以这是什么？这是猪血糕，猪血糕。老外的最怕，最怪美食。然后是豆干，然后鸡脚、鸡胗、鸡翅、鸡翅、鸡心、蛋蛋、鸟蛋嘛，屁股、蛋蛋、鸡屁股，鸡屁股，鸡屁股，哎，老师最爱鸡屁股，对呀，鸡屁股啊，小屁股，好吃哦，好吃吗？来看这个鸡屁股，我来吃鸡屁股，吃完变屁股，对，它这个偏甜，好好吃哦。是偏甜的，喜欢吃鸡屁股，偏甜的，口感是甜的。你为什么喜欢吃鸡屁股？好吃啊，嫩啊，肥啊。你看老师就猪眼睛啊，牙龈，鸡屁股，鸡屁股。这是有网友在网络上骂我，就吃猪牙龈啊。有骂你吗？就都怪就对了。怎么样？都怪吗？徐伟老师标榜就是残忍。哈哈哈哈哈！没有，牙龈好吃啊，哎，真的，那猪心好好的。给他的心脏，屁股好好吃。重点是它的每一个分量的价格，而且因为其实你看这个颜色，它的麻烦，你每次吃的都好恶心，对，真的会掉出来啊，笨，气嘞，哎，甜的，猪血糕好入味，来吃猪血糕。所以店家很讲究，他会把整个大锅的卤汁搬到现场直接现卤，他就是想要把整个卤汁的过程在现场展现出来。像一般的卤味会比较咸，对不对？对。好，可是我觉得吃他们家的就会觉得很爽脆，就是它不会太甜，在中间吃也不会太甜，很多个部位。这应该是如果喜欢喝点小酒的话，这是。好家伙，吃的也很好，晚上你就到了。猪血糕有一点点，该怎么说，像鸡酒的味道。它是三杯米血，三杯米血，难怪。三杯米血，所以它的味道其实是。以前看电影可以带卤味，现在不行。现在不行吗？现在不行，还是可以啊。台北也不行。对，好好吃。这个是我的，是烤小卷。大家以为是烤，对不对？很多人其实以为是蜜酱蜜的或是酱，但是它其实是烤的，因为它的酱汁它没有沾任何酱汁，蜜汁没有没有，它其实就是沙茶，然后有很它淋了非常多的酱汁在上面一起烘烤，然后重点是这样子一份给你们猜多少钱，在台北淡水大概200，差不多一两百，但是在我们的花园夜市这样子只要50。是的哦，跟这个很大，就是一份还两份，就是一份，好厚，它的肉好厚哦，大的哎，而且烤这厚烤这其实要功夫的，对对，如果烤太老会太干，有些真的也是咬不断，对，一边咬不断的那种口香糖，这个就是脆的 Q 的。它会保持住我们原本花枝的那个新鲜的脆的口感，所以让你吃起来不会太韧，然后又可以吃到海的味道。而且它这个海的味道，上面的这个酱料的很特别，很重口味，所以让你吃起来不会吃到腥的。它是摊子吗？一个摊子，它就是那边都是摊子，对对对，那边有将近400个摊子，它大概是很大，是应该是现在全台湾最大的花园夜市。那它这个是固定的吗？白天它还在吗？不是，夜市就是在晚上，礼拜六、礼拜天，一个礼拜就有3天而已。它算是比较是市集的东西，市集，像平常是一个空地，对，它可能像摊子不一样，这才50块，好便宜，这也是蛮感动的价钱。肉太好吃了，它切过来嫩，然后 Q， 然后不会太老，好下酒会。还有这个，这其实这个超厉害，正常吃是应该要拌炒在一起的，对。那我们为了让大家知道它里面到底有什么，它其实是大肠跟小肠。我们一般是在市面市吃到那种可能是大肠包的小肠，它是很香口，对，它是大肠跟。香肠切断之后拌炒，拌碎，这是九层塔，九层塔，然后蒜肠，还有大蒜，然后还有腌制，我没有看过这种腌制的，腌制的，有腌的，所有的腌制，酸
姜跟你可以照你自己喜欢的口味，比如说什么味道重一点，你就加下去。它其实是有点像综合的口味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像女生吃那个大肠包小肠很丑嘛，你要这样一口大塞进去。这个就是你用前牙，对牙签就可以这样吃，很优雅。对，这样吗？再一个那个米肠，自己配了。对啊，自己配啊。对啊，糯米肠一定要。这样子吗？对，一大口阿妈。所以呢，我的选择是九层塔，跟腌黄瓜。大肠跟小肠，这样合起来的口味，看对不对？看对不对哈？哇，老师也是生的哦。很复杂吗？可以吗？太大口了，我配的很好，你配的我就不知道。所以每个人口感就可以依照自己的口味来调调。或是如果你不喜欢吃蒜啊，不喜欢吃什么姜啊，什么你就可以跟老板说不要加那个东西。几位老师说好好吃哦，好好吃哦，这句话是很难得的。好吃，台湾味，这样一份也是50块，好便宜哦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香酥鸡，它就是它那个摊子专门就只卖这个炸鸡，它不像我们那种什么咸酥鸡啊，咸酥鸡会有什么鱿鱼啊，对啊，都没有，它就专门是在卖这个鸡。对，然后它的味口味跟台湾的台北的北部比较不一样，是它也是有一点点甜甜，甜甜，就是它的酥鸡，对，那南部都比较甜，对不对？会把口感调整成甜的味道，对。然后其实像我们在买的时候啊，因为很多那个他们当地的人去买，他们会跟老板说，我要那个，因为他们不是会有掉一些渣嘛，他说老板我要把那个渣挑起来，我要带回去。对，他们是喜欢吃那个渣，因为不会腻，它的脆是一种很爽口的感觉，把它当配菜在吃。对对对。我当然是因为它是冷了，我相信热的时候非常好吃。对，这种其实是真的是从台南发鸡的这种香酥鸡。我发现我好适合搬到台南哦，因为它的味道是偏甜，是我喜欢的。对，然后再这个是那个腌芭乐跟腌的那个芒果青，就是每家夜市都会有的水果摊。去任何的夜市都会有这种水果摊，可是这个它的特别在哪里是，他们水果都是当天就，你可以现场看到后面有6、7个人在那边切水果，然后削好之后呢，拿上来之后，它不是只卖新鲜水果，它还会先稍微帮你腌制过，所以你不会觉得好像腌太过头很咸，或者说又好像没有味道，它是现场帮你就是稍微我来一个，对，然后你在那边挑的时候，老板就会直接这样子拿一大块说，火力加。你可以试试，对，它就是你要吃什么，你其实你去在那边站一下，你就已经都吃饱了。对啊，好甜哦，这芭乐超好吃的，这芭乐甜的呢。你知道，老师是要搬到水果摊呢？对，老师还是要台南市的花园夜市。你会知道他会用加水糖水，对，或是那有人会到吃的，是不是？对，这家没有，这家厉害。而且他这个50块。这是50块，对，它就是这样一份50块，对，你挑每一种。前一阵子有出那新闻啊，洛克来，然后水果切，要1000把块，1200，有那种真的不孝，对，会破坏台湾这种，你知道吗？我1000把块这样子，对，还要切一袋一袋一袋，然后就说这样，好，他们会误解，称重辈，谁会误客啦？其实台湾是水果王国，所以真的在台湾挑水果都很特别，像是这个芒果青，其实大部分我们可能外出出去都是已经是腌制品了，可是你真的很难得可以吃到这种新鲜的芒果青，然后它的味道又不会太酸，也是要照顾一下。台湾已经从北吃到南，现在到东部去。接下来我们有离岛系列的，哎，那是金门啊，什么澎湖啊，哇，四强夜市，花东区的 Erica。是今天带来这个披萨真的很特别，你在自强夜市走进去可以看到一台窑烤披萨、柴烧披萨的车子就在自强夜市。哦，在夜市做披萨？对，其实它这个披萨很特别哦，它特别强调是它的披萨其实是很重要的是它原物料的部分，像是这个是玛格丽特披萨。啊哈，玛格丽特披萨的由来吗？不知道。它其实是意大利的国旗，3种颜色，绿色、黄色跟红色，所以是番茄、罗勒跟 cheese。哦。这个我早就知道了。哦，真的吗？真的吗？我只不说，我憋住不说。然后这个是这边还有2种口味，它是双拼的披萨。双拼。对。然后你会发现，它这边左边这一块就叉烧跟烧鸭那种双拼的道理。哎呦。它什么口味？这边是蘑菇鸡丝，然后这边是洋葱培根。哇。
对，所以它你会发现它的披萨跟一般披萨我们吃到那种厚的不一样，它其实有坚持0.5公分的薄度的披萨，然后加上上面的馅料就刚刚薄的好，因为薄去夜市你还可以吃别的，对啊，不会太吃厚的话就麻烦，一下就薄。蘑菇跟这个海鲜培根跟培根培根洋葱，对，天哪。吃的披萨，然后重点是这个老板呢，他其实受到海角七号的感召，所以回到花莲鳌刷来创业，做了这样的一个披萨，从台北，对，从台北回去打拼，对对对。然后他特别跟他真的在加拿大很爱，就是会煮披萨的外国人姐，他的姐夫学了这个东西，然后来带来台湾。然后为了要研发这个饼皮啊，他丢掉快200公斤的面粉，还有，对，就为了要研发这个，感人呢。老师吃一个很好。台湾民间的力量吓死。真的，这多少钱呢？这样一个，100多块钱，玛格丽特140，这个好像100，有便宜，因为它双拼，它如果原本一个大概是100，现在100，你知道我每次那个什么，他叫外送，外送啊，像我儿子买大送同学来，对，老师他在花莲哦，对，那他儿子吃都会去买大送小啊，还有送饮料，而且那很贵哎，对啊，这样怎么，我一从你。玛格丽特，玛格丽特是很经典的，女王最爱吃的。你的身份地位不吃这吃什么？我是你小咖，你对不对？玛格丽特，你我你亚历山大，亚历山大都来了。你们抓死阿基里斯，太多弱点了。好，来一个这个。哎，我想吃，我想吃的那个切薄哦，那也是非常好，它是薄的，它是薄片的披萨，薄片。我吃这个是蘑菇的，蘑菇。这个你们看球赛的时候应该是不可或缺。它的饼皮确实有讲究，对，它是外面很脆，但有馅料的地方会比较湿润一点，所以吃起来的口感不会太干，也不会太腻。上面有一整颗的番茄啦，好薄，所以它的味道非常的好。让我说话，听，因为。我刚从欧洲玩回来，天天吃当地的披萨，完全不输给那个我在欧洲吃的披萨。哇，难得哎，真的是难得哎！而且重点是，它是在花莲的花莲市场夜市，市场夜市。哇，哎，吃到后面，这边是经典的，是脆的，脆的，对。一般外教那种吃后面都会把它对放在旁边，皮都不要吃了，对，不然就喂小狗。其实王斌学长就说的，在台湾有非常多很厉害的美食啊，对，就是我们在国外可能吃到好吃，带来台湾之后，我们从台湾的角，台湾人口感的角度再去研发跟创新，所以很多时候吃到的东西都比国外好吃。好好吃，我吃了两个礼拜的披萨，我还觉得这么好吃哎，好厉害哦。嗯，就是跟你去的人。吃起来就没 feel， 为什么？跟你的姐妹到后来玩到最后是不是都吵架？没有吗？哎呦，没有没有了，我以为可以套话。哎，你怎么知道？哎呦，我们还有人在老师脸书留言，有，然后你留言就两个字，什么？正哦，是哟，再来，二字狼藉。李宝生字懂得不多吗？水啊，水是哟，好好吃。这样的单元是让大家可以看到夜市当中的。我以为你是说做这单元我们可以吃得很高兴。这是另外一方面比较深层的。当然啦，就是如果你自己觉得你们家中有好吃的话，不妨你先拍照，然后留 Facebook 给我们，我们自然而然会找到你。哦。